来到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奇怪。我是阿森，嗨，阿森啊，今天要来开箱啊，比较不一样的哦，不开箱泡泡玛特啊，也不开箱 GK。今天应景一下，我们来开箱那个三大超商啊，他们的福袋。然后啊，我们首先阿森开箱，当然不是开箱，当然买福袋是要中奖的嘛。哦，要开箱里面的东西干嘛？不要中奖干嘛？要买福袋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首先介绍一下，如果说今天的莱尔富啊，他们的头奖啊，就是黄金金条500克。好、哦，第二个，这是 OK B 商店啊，他们的头奖啊，就是卡地亚1.5，然后一米，然后以此类推啊，还有 Puyo 的那个按摩椅啊等等之类的哦。当然拿到头奖最好、哦，这个直接可以卖掉，不是要给小编的，放心，是直接卖掉。最后一个啊，这是全家嘞。后面什么都没有写，但是啊，经过官网啊查一下、啊，好像是轿车吧，然后好像是宾士啊 B class， 哎，没错 ，B class， 它不是新型的 C class， 也不是阿森想要的 E class，、嗯、也不是修理车，就是 B class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祝阿森中奖吧！先来开箱，我们第一个哦，什么都没有写的全家便利商店哦，听说是宾士哈 B class。如果中 B class 的话，立刻卖掉换平台。我们首先拆第一个，拆福袋用割的吗？算了，用撕的好了。我们把福袋撕掉吧。要撕福袋，好，撕开吧。这个叫做饼干袋，哎，里面全部都是饼干，而且都不会让你吃，哎，全部都饼干。好，哇。又是一包，那个多益多汁一包，泡面一个，饮料一杯，哦，这个是85%的巧克力跟万岁牌，对，那是海酒啊，然后啊，它还有里面赠送了湿纸巾一个。再来就是，是咖啡提袋，是我们在全家买咖啡，然后他就会让我外带提袋吗？还是说拿到这个提袋之后就要去全家买咖啡？好，然后多益多汁这个我可以吃，啊，这个是小飞在吃的，这个排骨面，而且阿森比较少吃微微 A 的排骨面。然后它那个有效期限到2024年的5月22号，所以还算正常。好、哦，然后啊，这个坚果，好、哦，巧克力，还有这个你都不可以吃，都不可以吃。好、哦，再来的话，它里面还有一张商品的兑换券。好、哦，但是它商品的兑换券是什么？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猜猜看看，商品兑换券里面。打开是写任选两卷，免费。然后再一杯就是查理哦，然后还是对不起。有糖的。啊，自己喝掉了啊。拿了这张啊。啊，序号啦。哦，不是红包袋，我以为他要送红包袋。哦，拿到红包袋现在会怕了呢，不是开心呢。哎呀，以前拿到红包袋是收红包，哦，现在拿到红包袋是要给人家嘞，不要红包袋很多啦，不用哎。然后这里面啊，打开啊，它就是类似这个，它就是一个序号，然后啊，头奖的兑换区，好、哦，然后二奖就是明线惠顾，然后往下嘞，三奖嘞就是普奖什么等等的优惠代码吧。OK， 好，那这个袋子不能吃。对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吧。第二个啊，这个就是那个 OK 的，好、哦、OK 便利商店他们的福袋，哦，希望啊中一个头奖哦，卡地亚哦 ，GIA 的1.5克拉哈钻戒，价值29万哈、哦，立刻20万变现，立刻开福袋，打开哦，不要又是那么多饼干了，啊，168块，哦，啊刚刚那这个全。啊，全家249，看一下它算符不符？加一加啊，
有点没有很服啊，哎、欸，没有很服。再买一个运气箱，但是刮刮乐嘛，哈、哦，刮刮乐要是没中， nope. 是归零。酱烤蒜虾，蒜香虾，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厂牌的。阿华田，而且它不是饮料，这个是用泡的。哦，还蛮厉害的，它算的准啊。现在刚好是冬天啊，它就送一个暖暖包。哦，第二个，又是海酒，海酒刚刚是葡萄口味的，哦，现在啊 ，OK 啊，是给你那个草莓口味的。好、哦，来，这个是，哇 ，Oh no， 旺旺的颗粒果汁。可口可乐一瓶，但是他不知道阿森啊喜欢喝的是 Zero 的，所以他送龙年的可口可乐，龙年的新的啦。哎呀，202411月，然后张君雅小妹妹在最下面，这个哦，阿森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久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。张君雅小妹妹原来还存在这个世界上啊。然后第三个，哎，儿子是他里面海球吗？还是不是？是吗？哦，那就是刚刚的海酒啊，他乱来，没有啦。Sorry。 然后最后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刮刮卡一张，然后他这个刮刮卡、啊、是直接啊刮开，然后扫描看看会不会中奖。好、哦，阿森就直接刮刮看，可口可乐拿起来，这个数字不太 OK， 数字很尾巴，很后面。非常的后面，即将公开第13奖 ，OK， 便利商店的折价券50块。第没有啊，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十奖，第十奖啊，然后13奖连在里面都没有，他就是 OK 便利商店的现金折价券50元。哎、欸。等一下，阿森还没有念完，50元折5元，最后的数字没看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现在的50元折5元，我还以为是折价券50块，哎，它其实是后面一个啊，50元，然后后面折5元，不好意思，那、啊、这包应该也是废包了，废包直接丢旁边，嗯，撒下去，哎。最后一个黄金500公克就放在这里了。哦，这个是莱尔富的。莱尔富多少钱？200。OK， 那我们再来开开看。好，首先有啊，又是乐事，感觉啊，乐事啊，就是啊，跟这些便利商店全部串通好的。好、哦，然后 Pocky 草莓棒一包。好、哦。Oreo 的法式巧克力，然后奇多、哦、然后黑松茶花、Extra 不错 ，Extra 口香糖至少一样，阿神在吃的没了，最后啊一样跟那个全家长得很像的那个红包袋一个，然后也是延时限虚开，我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。撕开，我要干嘛？你、不用，我用。No, 不要啦。撕开啊，有一个第一重立即刮大奖，哦，第二重是抽奖黄金的序号，让你们稍微看一下。第一重抽奖中奖是杜老爷关庙凤梨大脆冰棒一支，哎，这让你们看。然后啊，序号抽黄金，哦，哎，序号会抽到啦。然后啊，这就是啊，阿森啊，这次啊，哦，开的那个全家跟 OK， 然后还有莱尔富，哦，他们是三家福袋啊，哪一家比较超值哦？我觉得啊，福袋这种东西啊，就买便宜的就好了，因为打开了那些饼干啊，说真的，阿森有些也不爱吃，这个都小编吃而已啊。简单来说啦，正常我阿森会选中奖几率最大的那个福袋，不会选择说哦哪一个奖项是最大的，那只是说哦。附带这些啊，几乎啊买起来里面一定都装饼干嘛，饼干都好到什么？好到鹅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
OK， 那这就是这一集的什么都不奇怪。喜欢我的频道啊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加、加打开小铃铛。No, 拜拜。Goodbye.